1951年7月的一天，一大早，蒋介石就来到了位于台北总统府的办公室。刚一进屋，秘书就递上了一份报告。蒋介石打开这份报告，看了几眼，马上拍案而起，报告也被他狠狠地摔在了桌上。也就是在这一天，蒋介石一口一个娘西皮，把他的儿子蒋经国狠狠地骂了一顿。蒋经国被他老子骂，毫无悬念，就是因为这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呢？这份报告又是出自何人之手？这个人给蒋经国上眼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蒋介石收到的报告，说白了是一封检举信，被检举的人不是蒋经国，或者说不是直接检举的蒋经国。报告里被检举的人是他，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毛邦初。在报告里详细地描述了毛邦初在美国私吞军购款并且携款潜逃的经过。那么这跟蒋经国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报告里提到了蒋经国，报告里还说希望蒋介石能够大义灭亲，查办蒋经国。毛邦初贪污，这跟蒋经国有什么联系呢？原来毛邦初与蒋介石原配夫人，也就是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同属浙江奉化岩头村毛姓宗族，是毛福梅的亲侄子。表面上毛邦初以空军副司令员的身份驻美，负责购买飞机油料等等一些军需用品，实际上他是奉蒋经国之命在美国为蒋介石收买亲蒋的共和党议员。在毛邦初的办公室里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随时向蒋经国汇报情况。可以说毛邦初就是蒋经国在美国的特使。毛邦初一边进行着游说，一边捞着军购的油水，本来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可不久就发生了一个变故。1951年，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议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极端反共首脑人物，同时也是美国国会中的一名亲蒋干将。蒋介石自然不敢得罪诺兰，所以当即就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权力。在美军购，这是一桩肥得流油的买卖，一句话就让他放手，毛邦初是一万个不情愿。可是违抗军命的后果他也能想象得到，于是气急败坏的毛邦初干脆把2000多万美元的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起来。跑路还不算，更狠的是毛邦初一不做二不休，在潜逃之前，他通过自己在美国的关系，把蒋介石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的去收买共和党的议员，这些内幕一点不落全向美国媒体曝了光。这下整个的美国媒体就炸开了锅，美国民主党还乘势追击，提议成立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援台专款在国会游说进行调查，而且参议院还就此形成了决议。那么最后令蒋介石头疼不已的毛邦初案是如何结束的呢？1951年11月，台湾当局派法学专家查良鉴赴美向美国法院提出毛邦初侵占公款的官司。1954年6月，美国法院判决台湾当局有权向毛邦初索还636万美元。作为毛邦初的顶头上司蒋经国，由于没有管理好部下，给父亲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只不过就是被蒋介石叫来骂了一顿而已。关键是这件让太子蒋经国很久都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是被谁给捅出来的？说出来您不会感到陌生，他就是国民党的军统大特务，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毛人凤1898年出生，原名毛善余，后更名人凤，浙江省江山人，
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1934年，被军统头子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的骨干人物，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戴笠死后，毛人凤成为了实质上的军统掌门人。你也许要问了，按理说能统帅军统，那一定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这是发的哪门子神经？怎么敢跟蒋家人对着干呢？他这么干的目的是为什么呢？要弄清楚毛人凤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们还得从毛人凤跟着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的经历说起。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一溃千里，蒋介石为推卸战败的责任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并撤退至台湾。1949年12月，为了使自己在台湾的最高统治权合法化，蒋介石邀请了一些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授意他们以国大代表的身份通过一个决议。决议内容是请求蒋介石复职。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如愿复职。蒋介石又在台湾当上了总统。原本以为大势已去的毛人凤也跟着当上了国防部保密局的局长，这也算是苦尽甘来，再也没有当初在南京和重庆时候那种受制于人的局面了。毛人凤终于可以在情报系统第一把交椅上终老了。但是让毛人凤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他另有打算。为了打倒一切政敌，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确实决定大力发展特务工作。只不过他没有完全依赖保密局，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总统府资料室的机构。资料室听起来有点不太给力，但是实际上它是国民党在台湾最大的特务机构。这个总统资料室早在1949年8月20日就已经成立了，它最初的名称是政治行动委员会。这里有一份总统府资料室旗下所属部门的构成图。这个神秘的资料室主要是由两个部门构成的，一个是石牌训练班，另一个叫做书记室。这个石牌训练班呢，是设在台北的一个情报人员的训练班。他在招收学员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其他过多的特殊要求，但是要求学员们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随时准备为领袖，也就是蒋介石去死。说白了，这个训练班就是专门为了反攻大陆而招募青年敢死队的一个机构。而在这张图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书记室的字样。在这张图上，除了石牌训练班以外，总统府资料室所管辖的部门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国民党所有的党政军的要害部门，像什么国防部情报局、警务处还有调查局等等，没有一个是他管不了的。所以书记室也就是在总统府资料室成立之初存在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总统府资料室权力范围的不断扩大，部门的名称已经毫无意义了。这么一个超特权的部门，它的最高领导是谁呢？是毛人凤局长吗？绝对不可能。这个国民党在台湾最大的特务机构的最高领导，正是蒋家的大公子蒋经国。1949年底，蒋介石初到台湾，为了保证国民党在台湾岛内的控制权，打压原台湾岛上的势力，蒋介石把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安插在了台湾各级行政机构的官职上。但是随后，蒋介石为了维护蒋家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更为了确保长子蒋经国继位后避免国民党军政要员威胁蒋经国的地位，便在台湾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为此，曾经的山西王阎锡山避居远郊，一手掌管陆军的孙立人被削去了实质上的军权，而此时的毛人凤同样情形也不容乐观。
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比1898年出生的毛人凤整整小了12岁。刚才我们说过了，1946年戴笠死了之后，毛人凤坐上了保密局局长的位子，本想是有一番作为的，可没想到刚过了3年多，蒋介石让蒋经国成为了台湾特务机关最大的头，毛大局长成为了小蒋的兵。1949年，毛人凤已经51岁了，按理说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纪，如果再不搏一把，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想一想，当初自己从军统头子戴笠的秘书开始干起，经过几番摸爬滚打，忍了又忍，等了又等，好不容易坐上了保密局局长的位子，结果却要听命于小蒋。小蒋是什么资历？毛人凤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了。此外，戴笠死后当上了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对于权力的渴望也是越来越强烈。毛人凤的目标可不只是要坐上保密局局长这个位置了。我们在台湾的国史馆找到了一份档案，这是一份由毛人凤递交的签呈。从这一份签呈之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毛人凤野心的证据。这份签呈是写于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的8月22日，上面还有毛人凤的印章。当时这份签呈是先送到蒋介石的侍卫长余济时那里审核之后，再交给蒋介石的。那么这个时候毛人凤递交签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在这封签呈的一开头，毛人凤就提出了他的目的：成为台湾对匪侦防工作，加强部署，拟请准将台湾警务处及缉私处均由本局掌握运用，并拟保干员担任处长。为了证明他接管警务处和缉私处的重要性，毛人凤在后面分2点进行了解释。首先，沿海港湾甚多，船舶来往频繁，匪谍极易混入。那为什么毛人凤要把缉私处也划归到他保密局的名下呢？他继续在后面进行了解释，故对沿海港湾如不依法设置检查机构严密封锁，则共匪利用船只密运懈怠，以为组织武装。对于警务处，毛人凤则从台湾民众的角度说明了侦防的重要性。这里有这样的话：以台胞对政府之信仰未臻坚定，尤其高山族人民之愚昧无知，极易接受共匪之煽惑鼓动。他还说道，如果疏于防范，安于现状的话，那么可与共匪潜资之机。看起来对于特务工作，毛人凤是准备大权独揽了。毕竟在情报系统当中，要想让毛人凤听命于他人，或者直接说是听命于蒋经国，这实在是有点难。可是蒋介石在8月20日就成立了资料室，而权力也交给了蒋经国。蒋介石的决定，毛人凤自然是左右不了，而签呈是在资料室成立2天之后发出的，自然也就没有被批准。那么毛人凤就这么忍了吗？怎么可能？要是能忍，也就不会有这份报告了。这时毛人凤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搞垮蒋经国。要说毛人凤与蒋经国的关系，虽然算不上什么亲密挚友，但也一起合作干过几件大事啊。最惹眼的要数蒋经国的沪上打虎记。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国统区的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危机。当时上海作为国统区的经济中心，为了整顿上海经济，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处副督导员的身份，在上海展开一场打虎行动，意在进行经济管制。期间，毛人凤和他的保密局尽可能地为蒋经国提供帮助，但最终蒋经国没能抵得住孔祥熙家族和宋氏家族所带来的压力，
打虎行动仅持续了70多天，便草草收场。这次的打虎行动是蒋经国第一次处在政治风暴的中心，结果却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之后，蒋经国的总结来看，八面玲珑的毛人凤不但没有帮到自己，反而他认为自己是中了毛人凤的圈套，因为毛人凤总是在旁边提醒他小心惹火上身，毛人凤并没有尽心的去帮自己。在毛人凤看来，蒋经国的这次铁血的打虎行动，其中牵涉的人无论是谁都能要了自己的命，所以这次合作毛人凤给蒋经国留下的印象可不怎么好。原本说来，作为下属，毛人凤讨好蒋介石未来的接班人，这思路很正常。来看一张合影，这是蒋经国与毛人凤1949年的时候在成都拍摄的。照片当中的蒋经国一手托腮，身体呢斜靠在沙发上，面带微笑，而对面的毛人凤是正襟危坐，虽然脸上也是挂着笑容的。从照片上看来，主仆关系看似很和谐，当然这也只是看似。尤其到了1949年8月，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资料室成立之后，蒋经国和毛人凤之间的摩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可以想见，1951年毛邦初贪污潜逃的这个把柄，毛人凤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所以也就有了开头蒋介石拍桌子的那一幕。那么从1949年的8月一直到1951年的5月，在这近2年的时间里，毛人凤对于蒋经国一直是俯首贴耳的吗？显然不可能。资料室刚成立不久，国民党召开中常委会，毛人凤居然公开宣称情报工作是个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您听听这话，不光是拿死了的戴笠说事儿，而且还赤裸裸地说蒋经国是个外行，这可把蒋家的大公子气得直咬牙。毛人凤做初一，蒋经国就开始下狠手做十五，他撂下狠话，要把保密局的人财权都收归国有。话说说容易，但要想把毛人凤蹲了15年的保密局说收就收，哪里有那么容易。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视线，就是他，郑介民。郑介民原名郑廷炳，海南文昌县人，黄埔二期生，是军统主要领导之一。1946年戴笠死后，军统形成3派，分别是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及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最后郑介民接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同年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便成为保密局第一任局长。蒋经国之所以看中郑介民，除了他是老军统外，还因为他知道郑介民和毛人凤的夙愿极深。据说当初毛人凤为了得到保密局局长的宝座，去蒋介石那儿告发说郑介民的妻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以致郑介民丢掉了局长的宝座，很长时间里都抬不起头来。所以当蒋经国说要收编保密局，郑介民就笑了，立马给蒋经国献上一计，挖墙脚，对毛人凤来个釜底抽薪。而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祥之把他拉拢过来并委以重任。这个叶祥之就是经常会出现在蒋介石身后的这个人。要说这位叶处长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其实充其量叶祥之也就是毛人凤的得力助手而已。拉拢叶祥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告诉那些保密局的骨干，看清形势，靠拢小蒋有肉吃，以此来鼓励毛人凤，让他成为光杆局长。
1950年5月，蒋经国与叶翔之见面了。据说会见的开场白很短，甚至可能短到只有两句话。蒋经国问：“局面到今天这个地步，老兄是听总统的，还是听毛局长的呢？”叶翔之马上起身立正，回答道：“当然是听总统的。”直入主题的开场白，让接下来算计毛人凤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而叶翔之的工作也很明确，那就是负责联系其他的忠实同志。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6条，但是具体是在这条街的哪栋房子里呢？到今天都没有人知道，不可谓不隐蔽。但是各位也不要忘了，保密局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监视国民党所有高官的行踪。毛人凤当然也不会把小蒋落下。几乎在第一时间，毛人凤就得到了蒋经国和叶翔之会谈的情报，他自然能够猜得出两个人会谈的目的是什么。叶翔之时任保密局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是保密局里数得上的一号人物。在当时，毛人凤认为只要叶翔之不向蒋经国一边倒，把他留在身边是用得到的。可见毛人凤在得知蒋叶见面之后，并没有想对叶翔之下手的打算。但是这叶翔之的命实在是不好，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毛人凤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对叶翔之痛下杀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毛人凤一定要除掉叶翔之呢？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份档案。就是因为他，蒋壮。1949年，我地下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被叶翔之及其部下逮捕。为此，蒋介石命令典玺官，也就是掌管着台湾当局官方印章的官员，颁发奖状给主持破案的叶翔之。1950年，奖状制作完毕，发放到保密局。第一个看到这份奖状的是主任秘书潘奇武，就看了这么一眼，潘奇武就傻了。为什么呢？因为奖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副局长叶翔之。副局长，保密局的最高领导是局长毛人凤，往下是主任秘书潘奇武，再往下才是副主任秘书兼二处处长叶翔之。所以一拿到这份奖状之后，潘奇武的心里一直在嘀咕，这个副局长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叶翔之是破格升到自己上头了？可是他也没有接到任命通知啊。潘奇武理直气壮地向毛人凤报告了这一情况。神经敏感的毛人凤认定破格提升叶翔之，这是蒋经国冲他下的一招狠棋。既然如此，笑面虎毛人凤笑了，这叶翔之的命是留不得了。按理说就算是破格提升，也应该有一份任命文书才对，既然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就认为副局长这个称呼应该是典玺官的笔误，但这却着实让毛人凤对叶翔之动了杀心。毛人凤恼羞成怒，决定直接对叶翔之进行暗杀。他一方面继续凭借保密局的职能对叶翔之进行搜捕，另一方面毛人凤派出枪手埋伏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附近，因为这里是资料组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只要叶翔之出现且无防备，便要立即将他射杀。蒋经国和叶翔之都是从事特务工作的，毛人凤弄出的动静他们不会不知道。对策呢也很简单，蒋经国让叶翔之就躲在资料组，千万别露头。毛人凤的枪手连伏击的目标都看不见。暗杀没机会，可是毛人凤这个保密局局长也不是白给的，
这次他要向蒋介石告发叶祥之。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毛人凤想通过蒋介石来办叶祥之，那也得有个案子才行，总不能凭空就编造个理由吧。其实这一点完全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在1950年那个时期，国民党内已经是一团乱麻，贪污内斗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所以毛人凤根本就没有费多大的劲儿，就掌握了叶祥之借办案之机，将一位出了名的富商抓起来，以通匪的罪名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趁机贪污了170根金条。毛人凤是满心欢喜，手里握着叶祥之的证据，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把材料呈到了蒋介石的手里，然后嘴角带着微笑，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待着蒋介石的命令，看看他到底怎么处置叶祥之。毛人凤心里琢磨，这170根金条是货真价实的贪污证据，这次办叶祥之是十拿九稳。可没想到蒋介石在看了这份材料之后，指着毛人凤的鼻子把他臭骂了一顿，并且一针见血地痛斥他，你这是在整叶祥之。听蒋介石这么说，毛人凤的心里真是有点委屈，这次他还真的没有诬陷。可是没有办法，他又不敢顶嘴，最后毛人凤只得夹着材料灰溜溜地离开了总统府。贪污虽然在当时的国民党里已然成风，可蒋介石也不能有了证据还听之任之。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只能说，蒋经国一步早，而毛人凤事事迟。毛人凤找蒋介石之前，蒋经国先到了总统府。叶祥之贪污，蒋经国也清楚，他在蒋介石面前给叶祥之找了个好理由。这个理由也是一般贪污犯最常用的，家庭生活困难，收了点礼。蒋经国还为难地说，这是个人才，毛人凤要打压他，所以揪着不放。蒋介石一听，叶祥之，这不就是刚给他发完奖状那人吗？现在如果抓起来，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嗯，这是个人才，这点小错可以免了。就这样，蒋经国刚刚为叶祥之洗脱了罪名，毛人凤后脚就进了总统府，结果是自讨了个没趣。灰头土脸的毛大局长第一次严肃地认识到，蒋经国这位大公子着实不好惹。看着叶祥之成为了蒋经国的心腹，毛人凤明白自己不会再干多长时间了。绝望中，毛人凤想到了一个人，宋美龄。自从打虎事件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渐生龃龉。他知道只要蒋经国一上台，宋家人将处于不利地位，而毛人凤的特务系统好歹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势力，有他存在，多少可以牵制一下蒋经国的行动。所以宋美龄见毛人凤可怜巴巴地来求自己，便答应了毛人凤的请求，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好话。宋美龄为毛人凤说了好话，夫人的面子蒋介石还是要给的，所以蒋经国也就放弃了立马要搞垮保密局的打算。毛人凤算是回过了一口气，但是毛人凤与蒋经国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无法改善。到了1951年，他自然不会放过毛帮出案，即使不能搞掉蒋经国，也要让蒋介石看不上蒋大公子才好。可毛人凤不知道的是，很快他就没有机会了。1954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报系统，老蒋、小蒋两父子一合计，撤掉了原先设置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把资料室改名为国家安全局，
而国家安全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其实改名字无非是蒋经国觉得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负责人的身份统管着情报和治安大权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说白了就是他觉得这顶帽子有点小。改名字容易，可改组后的国家安全局局长由谁来担任呢？这次蒋经国学精了，他不会再因为这种无关痛痒的事情去和毛人凤白白的纠缠。蒋经国明白，以他蒋家大公子的身份，根本不需要什么职务也能实际操控一切，所以他推荐了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人选。人选就是当时的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处长郑介民。蒋经国这么安排出于三种考虑：郑介民是情报界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一个，而郑介民与毛人凤之间有夙愿，也就不可能连成一气。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蒋经国这手玩的是二臣争宠的把戏。此外，郑介民这个人呢，看上去憨憨的，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在职务任命之前，他曾找到蒋经国说：“我只在你面前是泥菩萨，一切由你做主。”就在国安局成立的同时，毛人凤所在的保密局也改名了，更名为情报局。虽然毛人凤依然是情报局的局长，可是他的权力已经受到极大的制约。此外，像宪兵部队、海外工作会还有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都要定期向总政治部还有国家安全会议报告。蒋经国终于成了台湾50,000名特工人员的领导。就这样，蒋经国在他的父亲蒋介石的扶持下，终于取代了毛人凤，成为了台湾当局的特工之王。权力被削弱的毛人凤自知已经无法与蒋经国抗衡了，第一要务便是赶紧做几件大事讨好老主子蒋介石。1955年的春天，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毛人凤得知后，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立刻密报蒋介石，然后酝酿出一个惊天大阴谋，准备利用周总理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预先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之际，用定时炸弹进行暗杀。蒋介石听了毛人凤的计划，像打了只强心剂似的，立刻兴奋起来，命令毛人凤着手实施，准备给新生的人民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最终，周总理因工作安排有变，临时换成了另一架飞机，阴谋刺杀周总理的计划落空了。毛人凤在跟蒋介石汇报的时候，那是拍着胸脯打了包票的，保证完成任务，确保万无一失。可是我们都知道，暗杀行动最终是彻底失败了。蒋介石在失望之余还大为震怒，他指着毛人凤的鼻子下了最后通牒：毛人凤，你立刻给我带人去印度尼西亚，一定要除掉周恩来。就在毛人凤绞尽脑汁筹划第二套暗杀周总理的计划时，却得到消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向各国通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真相。印度总理尼赫鲁措辞强硬地公开谴责美蒋当局的恐怖行动，随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指责蒋介石的恐怖行动，国民党当局成了众矢之的，一时之间狼狈不堪。刺杀周恩来的计划失败已经够让蒋介石恼火的了，还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抨击，这让蒋介石的面子上挂不住了，当即就把毛人凤叫来臭骂一顿。其实当时蒋介石更想骂的是他自己有眼无珠。毛人凤所列出的暗杀名单上的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叶剑英，
不仅他们都毫发无伤，而且毛人凤对大陆的间谍战和渗透计划也全都泡汤。一连串的失败让蒋介石对毛人凤彻底失去了信心。1955年也是毛人凤最为难熬的一年，自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他在情报机关的地位是一落千丈，除了还挂着一个陆军中将的空衔之外，旧时的风光彻底都散了。不要说高官了，就连大小特务们都不再登门。毛人凤曾经向自己的妻子抱怨说，我早就知道人心凉薄，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连一个至交都没有留下，这实在是让我伤心。其实毛人凤的这话是意有所指，但是毛人凤觉得不管自己再怎么劣迹斑斑，至少还有一个至交好友。可是在一连串的变故之下，最令毛人凤失望的就是他认为的这个至交好友的态度。那么这个好友是谁呢？就是他的儿女亲家杨森。杨森，四川军阀，陆军上将。毛人凤与杨森渊源已久，抗战时期毛人凤在军统只是中校主任秘书，但在戴笠的庇护下炙手可热。杨森将重庆别墅余舍借给毛人凤住，最后还结为儿女亲家。两人跟随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交往依旧。可自从毛人凤在蒋介石那里失势之后，杨森就变了一副嘴脸。毛人凤几次三番地打电话捎信儿，说想去拜访杨森，都被杨森拒绝了。毛人凤不甘心，直到一次所谓的春游。1956年，蒋介石任命杨森为中华体育总会会长。当时杨森组织了一群人去登玉山，很多人都去捧场，闲在家里的毛人凤也不甘寂寞，带着夫人去凑个热闹。可是让毛人凤想不到的尴尬和愤怒就出现在与公众安排见面的时候，曾经的特工之王连个座位都没有。杨森却还解释说，你过去工作特殊，尽量少抛头露面。杨森的态度把毛人凤给气坏了，时不时的毛人凤会神经质地痛骂杨森是手鼠两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向胃口很好的毛人凤开始胃口不佳起来，时常还伴随着呕吐，身形也是日渐消瘦。毛人凤病了，他还病得不轻，有了病就应该去治病，可当了一辈子特务的毛人凤最讨厌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他总是担心自己会在医院里被人不明不白地给暗杀掉。直到1955年的7月份，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毛人凤当场咳血，才被人搀扶着送进了医院。关于毛人凤得的是什么病，从目前出版的传记书来看，有的书上说他得的是肺癌，有的书说他是肝癌晚期。由于毛人凤的特殊身份，在目前台湾解密的所有关于他的档案中对此都没有提到，但我们知道的是毛人凤最终被确诊为癌症，只有做手术才能保命。当消息传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顾念曾经的主仆之情，特许毛人凤去美国治病。而现在已经坐上特务之王宝座的蒋经国，听说毛人凤现在身体每况愈下，每天拿药当饭吃，甚至得靠打针来止疼，整个人如同药罐子一般。蒋经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毛人凤针锋相对，甚至对他进行政治追杀，反而他非常的关心毛人凤，时刻关注着他的病情。我们这里有一份1956年7月27日由华盛顿发出的电报，现在它保存于台湾国史馆。电报是来自于当时台湾驻美国大使董显光的。为什么是由董显光发出的这封电报呢？因为当时
王仁凤已经得到批准前往美国去治病。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封电报。收件人蒋副秘书长金国。通篇看来好像这封电报没有什么重点，但是蒋经国与董显光所谈论的内容都是关于毛人凤的病情。在电报的一开头，董显光说昔已与人凤兄通过长途电话。那么他们在长途电话里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尊电各节转告瞿云，目下尚不需款项，盛意心感等语已告人凤兄，如需款请随时告知，以便垫付。从短短的几十个字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董显光打这个电话是替蒋经国打的。尊电各节转告，他尊的也是蒋经国所说，已告人凤兄，如需款请随时告知，以便垫付。这么看来，蒋经国是十分大方的，只要需要钱尽管说，可是却被毛人凤通通都拒绝了。在我们看来，蒋经国这一切都是好意，但是在毛人凤那儿却没有起到半点安慰的作用，因为这恰恰犯了毛人凤的大忌。为什么这么说呢？毛人凤人称笑面虎是有由头的，因为他要是想处理某个人了，他一定会先向这个人示好，以降低他的防备心理。所以当毛人凤看到蒋经国频频向自己表达善意的时候，他认定了蒋经国是要重办自己。心里有事儿的毛人凤病能好吗？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封电报。电报的最后写着，又诊治毛局长之医生一经通话，为手术经过情形甚好。手术经过情形甚好，但是毛人凤自己没有放过自己。1956年9月，经宋美龄一手包办，毛人凤到美国接受手术治疗后，毛人凤的病情并没有起色，癌细胞更是向全身扩散。毛人凤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近了，挣扎着要回台湾，于是搭乘飞机返岛。一个月之后，1956年10月14日，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毛人凤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卒年56岁。登上美国国会演讲的中国女性。I can also show you that China is eager and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在美国引起极大关注，她是蒋介石苦苦追求的女人。两个人迅速被对方吸引了。她和蒋介石究竟是怎样一种夫妻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成为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宋美龄，民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跨越了三个世纪，活了106岁，为何却无儿无女，在美国孤独终老？档案为您揭秘《宋氏家族往事之宋美龄》。